现在宵夜来到了麦当劳，今天是巴西利的麦当劳，噔噔。今天来吃特别的冰旋风啊，这巧克力做的冰旋风，然后这是冰淇淋，镜头，好，走开。好要吃哦，它里面是加 Oreo。嗯，那边。Elsa 喜欢吃的冰淇淋，当然给十分啦。它其实冰淇淋底是一样的，只是做法不一样。那我这一个是三块新币，那这一只是1.4块新币。我的眉毛有一高一低吗？好像有耶。这个是季节限定的，怎么办？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啊？我会难过。我还是怀念上次的芝麻冰淇淋啊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芝麻冰淇淋？麦当劳的芝麻冰淇淋，Sashimi Ice Cream。这边有两个洞，你看，两个洞，所以冰淇淋又跑进去。人生就是要吃冰享受啊。谁说女孩子不能吃冰淇淋？可以啊，我没有说不能吃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好朋友来，所以你不要吃。啊，好朋友来照吃。真的、啊。怎么办？以后吃不到。说吧，这个月我已经吃了3只了。这个吃3只啊？这是3只。有经过就看到麦当劳，去买一下。那榴莲冰淇淋那次你吃几只？榴莲冰淇淋那次我吃，应该有5只哦。我忘记我吃几只了。芝麻冰淇淋也差不多吃4至5只。玉米冰淇淋我觉得还好，嗯，还有什么冰淇淋？哦，那个玫瑰什么什么水的那个冰淇淋 ，no good。绿色 pandan 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很好吃。这样新加坡麦当劳的冰淇淋好多元哦。欸，台湾麦当劳你在干嘛？总裁，这个要怎么讲？像我来新加坡，几乎吃常常吃麦当劳，然后顺便帮台湾的麦当劳做一个国际外交吗？那叫什么？国际访谈哦，国际市场。
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？所有坐在这边的女生都在吃这个，真的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总共有四个。对，有的是美女。你看这边有一个吃，这边也在吃，这边也在吃，很神奇的事情吗？所以美女都爱吃冰雪。生平第一次差点被冰淇淋给噎死。很好。没有，他说这句话像我跟他做 CPR， 还是 PCR？CPR。各位观众，谁吃冰旋风可以像我吃那么干净？好啦，大家喜欢这影片吗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！我们乔伊子下次见，拜拜。